万众期待的2015庄艺大游行傍晚绚丽登场。是的，那么主办方预计今明两晚的演出将能吸引总共18万到20万名观众。随着副总理张志贤乘坐特别设计的蛋糕花车出场，表演盛会正式开始。950名舞蹈者炒热现场气氛，而他们服装上的花朵是由500多户家庭和民众用塑料袋再循环制作而成的。今年的演出呢，共有11000名表演者参与，是庄艺大游行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。而且呢，其中的1000名表演者还是从俄罗斯、土耳其等国家远道而来参与盛会的。